抗戰或者十四年抗戰，真正的南京大屠殺，南京歷史上我們將它擴大到大一點，整個中國的歷史。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修行？你現在站在這一塊的土地上的，沒有一寸的土地不是沾滿鮮血的。春秋我們講都知道，春秋包括戰國，戰國二百二十二年有記錄的史記裏面記載下來的正史記載的戰爭超過200場。在那陣時冷兵器時代的機動能力條件、交通這麼差的情況下，基本上一年就打一次大型的戰役，你可想而知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到了直情就到了完全是叢林裏面那些野獸一般的。是什麼力量驅使我們有這樣的戰爭？血可飄泉，那些流出來的血啊，可以浮起那些洗衣婦人那個，以前是那些那個棍是很重的，那些血呢，血流成河呢，不單止血流成河，直接可以浮起那個洗衣板，那個洗衣廠，那條棍可以飄走的。你想想，歷史上只是南京發生5次不完全統計大規模的屠殺，每一次都比37年那次重大。剛才講的金人滅了北宋之後，南宋建炎4年第一次打入去南京，那時叫建康，基本上又是殺絕了，捉了一些女的回去，男的就做俘虜，做什麼女的呢，幾次都是很慘的，給人犯邪淫，那些宮女啊，那些千金小姐啊等等啊，日頭就輪奸，到了晚黑就劏來吃，2-3萬個女的回到去她塞外剛剛差不多吃完。當用人來作為戰爭口糧，是每一次戰爭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事。張獻忠打仗的時候帶著12個那些大那些，我們現在那些水機那些河流那些鐘那些，醃了整成肉醬，整個剝了衣服，就將男女老幼就捉到的俘虜就掟入去，那個就將篤成肉醬就攤開來作為軍糧的了，曬乾的等等。那我們看看，你在屠房你現在去賣那些鹹魚啊，掛那些幾個那些梅香鹹魚啊那些，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因緣果報呢？你掛的什麼金華火腿啊，你人不做出來，其他動物怎麼會這樣報仇？下一世就是他做回人，你做回那些動物，跟著他或者他做人，你又做人，那時候這樣冤冤相報咯。這個就是宇宙的真相。你說他殘忍嗎？對不住，宇宙法則就是這樣。你沒有做的話，剛才說的淞滬會戰，淞滬會戰打到日本仔，當時日本人很驕傲的，3個月亡華，但是淞滬會戰打了成4個月、3次增兵，4次逆水才打落上海。這麼仇恨的，令日本人死這麼多的，為什麼上海沒有大屠殺？去到南京就會大屠殺，而且南京已經是不設防城市。這個不設防當然就我們自己的那些你不要講，既然已經不抵抗了， 你何來你會大屠殺呢？就是你大屠殺。因為怎樣，你再看看對上一次1853年到1864年11年太平天国洪秀全日去的時候，曾國藩又去又殺，仲殺得犀利。不保守估計，不保守那個就更什麼了，
不保守估計，那十幾年死的人是1億4千萬。另一個歷史學家保守估計是死7千萬人。凌遲處死的很多，因為朝廷有的曾國威是不是這個他們拿到 的指令叫曾剃頭啊，秦淮河 都被屍體塞了的。鑑生劏開來挖個心出來塞給你吃，味道如何啊？由兩三歲到80多歲都凌遲處死。據說有一些死了的 就轉世去日本，有一些 就留在南京，幾十年後這股怨氣就再凝聚著。雙軍是不是雙軍回來搶了錢回來南京？幾十年後日本人又殺回這些人，又殺回的。而且呢，聽說被殺的那些都大部分轉世在港島，所以破南京城發動918的所謂日本最精銳的那支部隊就是港島兵團。這些沒有因果，跟著美國又在那裡扔個原子彈下去，當時不是首選港島的，長期呢太倉啦、新式啦、包括東京啦，先至廣島啊、小倉啦，而且聽講是三個原子彈，因為迷咗路，轉咗到最後，去到廣島，廣島放唔放得到啊？睇下都唔得喎，有烏雲喎。結果一陣風吹嚟，整個廣島市睇到曬，得啦，掟啦，天都要掟。而且仲有一種更詭異嘅方法就係咧，掟去另一個城市嘅另一個原子彈，竟然間吹咗去廣島。有一種講法係有爆到，另外一種講法係冇爆炸到，因為美國你一第日就可能知道啦。解密嘅話咧，係三個原子彈嘅。後來有一個原子彈，就日本為了討好蘇聯，靜靜雞，因為希望蘇聯不要在東北出兵，靜靜雞送給蘇聯報復美國，所以蘇聯的原子彈這麼快就造成了。這些都是我們冤冤相報未曾這個了清的一些伏筆來的。你包括到現在日本人到現在都不肯認錯，是吧？你看看他這個民族性為什麼什麼樣來驅使他，這樣他殺中國人的時候，你看看有沒有新聞報導，整個國民是將那些刽子手當英雄地來頂禮膜拜的。這個民族是很冷血、很嗜血，亦都好變態。我哋而家唔係批評佢，背後導致到佢咁扭曲嘅呢個人格係乜嘢原因？根本上就係你日日喺度鋸扒喺度食肉嗰陣時，導致到嗰款負能量嘅堆積。所以唔好怪某個人點樣殘忍，事出必有因嘅。世間永遠離唔開因果呢兩個字，只不過我哋睇到因果嗰個片段比較短。就以為沒有因果。你講到南宋，南宋就是我們香港人更加熟悉的。南宋最後滅亡是怎樣滅亡的？陸秀夫孭著趙炳100萬人跳海，還未計當時沒有跳海的，也都未計當時戰死的。跳海是做什麼？因為南宋人、北宋人喜歡吃羊，南宋人喜歡吃魚，因為南宋已經靠近海邊，整個就是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版圖來的嘛。
就成個就係我哋而家嘅，我哋都好中意食魚嘅各位，所以同我哋息息相關就係咁樣樣。有冇覺得我哋都好聰明啊？啲細路仔一出世唔使教佢咩，兩三下拎咗個手機出嚟，玩手機玩到玩電腦，叻過你幾倍嘅，聰明冇智慧，魚嘅特性。是啊，什么叫聪明啊？我们经常批评，不过现在我们有些人走入佛门的了，借用佛门敛财的，有没有听过？借用宗教场所的，那些是很聪明的，他不懂什么奇门遁甲，不懂阴阳五行，他怎么会有一些信众来给他忽悠，给他忽悠的，始终转不过来，给他电话骗局啊，是啊，拆功計狀元才，聽過沒有？就是有聰明沒有智慧，將他聰明智慧，你包括內地現在多少人，他什麼的東西假的都做得出來的、你出一個新產品，他搶聲就模仿到你的，那為什麼你不自己去開創呢，去開發呢？他就沒有這個福報，沒有這個智慧，他整天就去用這種帶有一種妒忌心，帶有一種過度貪婪心，投機取巧的，你研發了出來，我就仿你的。但是如果他真的了解到在佛門借住佛門敛財的人，他真的識透佛門的經典的話，他就絕對不敢這樣做，沒有因果的。我哋咁樣啊，帶住一串佛珠行出街啊，你都代表咗宗教界。你同人哋有啲乜嘢好嘅表現，人哋唔係讚你一個，係讚你成個嗰個宗教界。我有時剃光咗嘅，著成咁咧，好容易俾人哋誤為我係出家人。係啊，你試下你夠膽咁樣行出街吐得口痰啊？整個出家人都被你淹污了，這個因果不重、所以他真的有智慧的話，那為什麼會沒有智慧呢？蔣介石曾經問蔣經國，聰明的反義詞是什麼？蔣介石都不是泛泛之輩，中華民族的可以說是救星來的，抗日戰爭沒有他，中華民族沒得救，真的沒得救。你估不能，這些說話我特別在香港就夠膽說了，回去免得說那麼多，這是事實真相來的嘛，太多汪精衛了，當時都說到你是恨到牙癢癢的，不是說笑的。我們中國人很恥辱的，從來沒有，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佔領軍隊竟然少過被佔領軍隊，什麼意思呢？日本最全盛時期在中國是100萬松啲的軍隊，後來隨著跟美國珍珠港事件就一路抽調走了，一路空虛了。如果中國人稍微有些骨氣，稍微有些正氣的話，不要說蔣介石，你只是汪精衛那班200萬有武裝的，手裏面一人一支槍的，超過200萬，你直情可以造反、你就沒人戴這個頭，而且最弊的就是有人要戴頭的時候還被被人罵，被人拖累，就是等於我們現在大聲喊愛國的時候，有骨氣的時候、愛國不一定愛共產黨的嘛，是不是？你不要理他現在成為執政黨，人家就有這個福報，有這個天命，你不睡就怎樣，是吧？就是等於選了你 做議會， 你是議員，你這4年或者5年你就有這個天命，我就不能夠去衝擊你，我可以提意見，不能夠用現在已經如痴到，你看看你大學生，包括1919年5月4日，包括什麼反國教台灣那個，包括現在什麼學校那些，全部那些都是學生頭腦發熱，都是 不是一件好事的。你做學生你就乖乖地做學生，
你論證做乜嘢？你嘅智商有幾高？人生經歷有幾多？你有咗時間去論證，憑住你稍稍嘅衝動，一啲所謂嘅哦，你就可以將成年人嘅嘢全部推翻曬。呢個代表咗我哋太多嘅愚痴喺入邊。其實並冇扯遠到噶，因為點解咁講咧？我哋成日講一句説話，落後先至挨打係嘛？有冇聽過呢句啊？有啊，啱唔啱嘅呢句？嚇？啱啊，落後先挨打啊嘛，係咪？但好多時候，事實的真相並不是這樣，不要拿其他國家那些戰爭例子啦等等啦，你剛才說的宋朝、啊、被什麼人滅了好啦，蒙古人也好，契丹、啊、金人也好啦，人家只有200萬人，人家的人口就是只有200萬，你大宋只是有建制的軍隊都超過100萬，點解你打敗仗兩次皇帝被捉，半壁江山被攞走？呢個講得過嘅，歷史學家而家都好多理由，我睇落都好似都因為佢哋太過呢、這個因為宋朝係唔殺大臣噶嘛，唔殺文官噶嘛，唔殺讀書人噶嘛，好仁慈。但你不要忘記，你對文官人士，你又縱容了百姓對動物的殘酷，因為好日子一過了，你就大肆，因為那時候的畜牧業是發展得最好的，用高科技嘛，用當時來講的高科技，所以這個物產就這麼豐富咯，經濟就這麼繁榮咯，背後實際上就是享受咯，享受一來就是折福，二來就是殺害其他生靈咯，做罪業咯，簡單一點來說，那就報應咯。你到了南宋，那個屍體還飄來，宋皇台跟我們香港都有關，就是那次全部餵魚十萬的人，因為你吃魚吃多了，越食肉就越愚痴噶，動物嗰啲污血，除咗阻塞你嘅心腦血管，我哋而家中國包括香港，2012年中國衛生部頒布嘅正式嘅嗰個數字嚟噶啦，中國每39秒就有一個人死於心腦血管疾病。39秒嘅，中國攞咗癌症世界第一，糖尿病世界第一，心腦血管病世界第一，精神病世界第一。哇！咁犀利。精神病中咪中國人多嘛？唔係啊。嗱，譬如美國，我哋剛好係多美國人一倍。美國係人千人均1.25個，我哋就千人均2.5個。啱啱好就多佢一倍，並唔係話中國幾多個億，你先至幾多個億咁樣。咁乜嘢原因背後嗰個推手係乜嘢？頭先講嘅落後先至挨打，你冇福報先至挨打，你違背道德人倫你先至挨打。因為宋朝嘅軍隊挨打嘅時候，根本上佢嘅有一種弓箭係直接可以射穿金兵嘅。那些鐵甲的是啦，那些腦是啦，被弓箭用是機械化式的，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即等於歷史學家解釋不到有朝一日古巴可以將美國打敗一樣，但事實上就在我們宋朝發生了，根源就是我們殺肉殺得太多，其他都解釋不過。1842年，中國挨打的時候，
是 GTP 世界第一的。中國每一次，注意一個事實，每一次的簽不平等條約，南京、北京、辛丑、馬關，每一次的不平等條約賠幾多白人、幾多萬萬兩等等，是不是？跟住仲有一個條款就是開通關口岸，是不是？通商，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所以各位，我們現在說回現實生活，不要再做折福的事。一個人要發財 要等等，你首先就要惜福，跟住積福，跟住修福。你的修福就是多布施。你布施的前提就是第一個，就是這裡講，尤其是中國就要講的了，不要貪污。第二個呢，不貪污當然就這個不要偷税漏税，我們香港可能都有，好聽一點叫避税，不要你越避你就越窮了。不貪污，不偷税漏税，再不浪費，浪費都是的。毛澤東都講過啦，他定位是怎樣，其中有些說話對的，貪污和浪費都是極大的犯罪，對的。浪費很折福的，我們看看現在中國，所以真的心急如焚的。中國是全球缺水缺糧大國，中國每年最少要入口7000億公斤的糧食，7000億公斤。地大物博是以前，是改革開放之前，現在被我們榨乾了。但是那7000億公斤的糧食去了哪裡呢？70%是浪費了。中國有沿海地區，即中國有先進國家的浪費。什麼叫先進國家的浪費？就是剩餘的，包括刻意或者非刻意的。我點菜， 我本來一菜一湯夠的，一個人吃，我是要三菜兩湯，加上點心，這碟吃一點，那碟吃一點，我給得起，沒所謂。我們香港人有沒有犯這種錯？有些人的家的冰箱竟然間說了句，我冰箱不放煮過的東西，就是他放未煮過的東西，煮過的東西從來不放冰箱的，就放在垃圾桶的。我就見過這樣的人，將來你這些都是好像有些洗手間的嘛，見到那些學到那些西人的嘛，拿一些紙呢，一張抹抹手用7-8張紙，我看看他將來你這個到了晚年呢，你就是撿紙皮的。你真的，我們學去修行要懂得觀察世界，要觀自在嘛。你越觀自己，你就會越看得到這個。尤其在旺角街頭經常見到那些老人家甚至夫妻檔震騰騰彎住腰在這裡起了摩克，而且還有地頭，這條街我的，這幾間店鋪我的，但是阿婆不要來，我鬧衰你啊，你吃吧。有時候站在旁邊，有時候特登慳埋啲報紙啊，幫下咩啊咁樣啊，拎俾佢。但睇下點解你有咁嘅果報？我再企耐啲，一個好鮮明嘅對照。一個勞斯萊斯就泊喺路邊啦，跟住又落嚟兩個老人家。你餐我扶咁樣，旁邊有個孫仔，可能唔知係翻去寫字樓啊，應該唔係㗎，年紀退休㗎啦，孫仔都唔細啦，去飲茶啊，行街啊咁。咁鮮明嘅對比，點解人哋有咁嘅豪華車輛，有咁安享嘅晚年，點解你就仲係朝不保夕？唔好怪個天唔公平。你後生嗰陣時折福啦，
浪費曬啦，到咗晚年就只有捱嘅份咯。你除咗捱苦，唔捱苦得噶，走咯。一飲一啄，無非前定。一飲就係一滴水，一啄就係一粒米，都係你前世定落嚟。你基本上唔會改變。你倒咗你就折得大啦，成萬倍嚟折你嘅福嘅。你布施亦都係亦萬倍，所以嚟講一文起捨萬文收係嘛？一文貪污亦都係萬文折，你唔好忘記。一文浪費亦都係萬文損，呢個係成正比嘅。好識貪嘅人，佢就係有聰明啊，冇聰明佢就唔會做到嗰個官位啦，冇嗰個福報，但係就冇智慧啊，走去貪。同樣啊，而家咧啲愛細路仔嘅，啊，包括咁大個都仲餵佢嘅，你真係餵一個低能兒出嚟，唔係講笑。點解咁講咧？因為你唔俾佢，佢淨係咁樣嚼嚼嚼嚼，呢個似咩動作啊？咪你真係咯，第一個咩？第二個佢自己嘅手腳唔配合，同佢嘅大腦思維唔配合，你將來咧佢。永遠成為不到一個可以登台的老師或者節目主持人或者口齒伶俐的人，因為他的思維和他的咀嚼神經不協調的。不要說他有成就，他還不協調到什麼程度呢？包括為什麼不要推他，該行就讓他行，鍛鍊他，甚至乎爬，一個小孩不經歷過爬的你都害死他。如果你了解真相的話，他就不懂協調的了，他不懂協調的話將來就沒有領導人的格，因為你面對著金木水火土各種人等都有的嘛，你要協調對方 的情緒，協調對方的特性，成為一支團隊你沒有辦法成為一個，他不用自己有出息。第二個他也不懂得跟人家配合，所以很孤獨的，現在很多人自閉的，因為他外面的世界太這個了。其實對我們來說，外面的世界是很正常的，怎麼險惡都好，都是正常的，但是你在將它包在溫室裡面，這麼大個你都餵它，你折曬它的福。好了，折曬它的福，什麼名牌又享受等等等等。曾經就有一個人問我，喂，我的丈夫又不給錢，整天拿錢還去賭博，仲要攞我幫揾到嘅錢去包二奶咁樣樣，有冇咁嘅人啊？大把，大把，你遇著點辦？嚇，個案式，學到啦，飛咗，飛得到嗎？離婚離得到嗎？下一世你唔好話下一世，你再嫁一個，以前淨係用單手打你，而家就係拳腳交加嘅，你信唔信得啦？離婚得咩？唔好勁傷離婚啊！你要為依件事懺悔啊！因為你嘅基因密碼輸入咗離婚兩個字，你有一世同埋你嘅子孫就會有面對一次離婚嘅災難。佢嘅儀式種子就剎那間就完成咗儀式種子，馬上就呢、這個你要懺咗佢。所以我哋要改變命運咧，瞓覺之前將你今日所有嘅負能量懺曬佢，唔好帶入夢鄉，唔好帶入第二日。即係唔好俾佢入倉，全部擋咗佢，擋咗幾年，你日日有呢個功夫就得啦。呢啲離婚離得到嘅咩？頭先都講啦，你一飲一啄，我哋將佢擴大一啲嘅就係咧，你享受幾多？你享受一百噸糧食，或者你要擔一百噸嘅沙石，都係你命中整定。行幾多級樓梯都係整定，我哋老祖先有智慧就係咧，先等你喺後生嗰陣時，所以佢生於憂患，死於安逸啊嘛。咩叫死於安逸？等你晚年嗰時安逸，但係你生嗰陣時你就要憂患動盪，唔緊要，磨練你，就幫你消業障，幫你積累經驗。但係而家唔係西方嘅就係咧，搏命俾佢享受。咁佢該操勞嘅，該出嘅汗，該流嘅血，該受嘅委屈，該受嘅勞作，咪積到晚年咯。
晚年你個腹冇啦，咁咪執紙皮咯，唔想走就執紙皮，想走就點啊？搭馬航咯，就係咁簡單。好啦，咁你做女嗰陣時候，你阿媽咁重你，乜嘢都培養出嚟，好似好叻啊，淨係識讀書啊。嚇、啊，好啦，你嘅腹冇啦，你該勞作嘅時候啦，咁又唔想走啊，你有其他嘅腹仲抵，仲可以抵頂住一陣啊。咁你咪要搏命勞作咯，勞作自己又仲有少少嘅福報未剩餘咯，但你該享受嘅冇啦，咁我揾一個令到你心力交瘁人嚟收拾你咯，嚇、啊，咪嫁個老公咯，你唔嫁個老公得㗎，你離得到咩？唯有兩個咁樣嘅選擇，你就係忍，因為點解有個老公咁嘅？有時候老公出去賭博，唔好怪曬老公啊，從心理分析唔好怪曬老公啊，你有冇睇唔起個老公？天地正位，如果你看不起老公，你是什么？做女人一个家运不好，一个女人旺好就旺三代，不好就衰起码都四五代，从他哪里好不好开始看呢，你看不看得起个老公，你甘不甘心这一段的婚姻，你连都不甘心了，你不会珍惜。现在大把人呢，你看那些广告了，你有本事啊，佢啲咩閨蜜啊，嗰啲姊妹啊，啊使乜理佢啫？啊，你揾錢咗我佢，啊你咪離媽咪就飛咗佢咯，離咗佢咯。正式損友，冇喐啲嘢講離婚。因為你有咗呢一個念頭之後咧，你會招雷劈。咩叫雷啊？你嘅列祖列宗，你夫家或者你娘家嘅列祖列宗，你是但肯定有啊，有一方噶。他的列祖列宗就已經如雷貫頂了。你很簡單的，如果父母很愛我們，聽到我們離婚兩個字，他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你憑良心說，除非你已經沒什麼良心。感受，他不會很不開心，是不是？更何況一路往上的列祖列宗，他的靈更清，他看得更長遠的時候，現在就當兒戲了，直接害下一代。你看不起個老公很簡單，就算你沒有離婚，你在心靈上跟他有離婚的話，你如果是女，你生的是女，他不用旨意嫁到好老公，你生的是仔，他不用旨意娶到好妻子，這個事實真相。所以我們要幫他們調解家庭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查三代，因為大家很容易學識的，不難的，你學一下傳統文化，我們老祖先是很直接了當地教你。怎麼辦呢？兩個方法，一個你就忍，你反省自己，我要尊重他，我看因為他賭博，你看不起他，他的能量就沒了。女人你看不起他，你一藐視他，他的正能量沒了之後，他出去做什麼頭頭碰著黑，回轉頭你又不反省，我是釋放負能量拖累他，你就更看他不起的時候，三年這個男人就廢了。是誰造成的？一旦廢了的時候，他 又想去展現他自己一些能力的時候，怎樣展現？最快得到錢咯，最快給到成績你看咯，最快整塊錢放在那裡咯，不外乎兩個途徑，一去搶咯，一去賭咯。所以老公去賭有時候就是太太變相推他出去的，他沒有什麼其他成就了，他就是你的潛意識，就是你看看來用心理分析，用催眠的潛下潛下就是這樣。一個家庭的破敗，女性佔65%-70%的責任，因為家庭是以為主，男人在外面怎樣衰，他不會將個衰的氣氛帶到去，日日回來催影響你，催谷你，但是你將你唯一一個陣地，所以他回到來不單止沒有辦法休養生息，你還在這裡令到他不得安寧的話，他的列祖列宗看到眼裡面就提醒你了，提醒你什麼？降些災難給你，降些不順給你，但你自己又不醒，又怨天尤人，就惡性循環，墨水洗面了。所以真正的女德要由這裡開始反省自己。
如果大部分男人的時候，當然我們一定要的，你出到去要做正人君子，行得正企得正，你妻子才會尊重你。但是一開始他就不是說，尤其是結婚沒多久，他就不是說就想出去找個二奶找個三奶的嘛，這個絕少的嘛。為什麼有家他不願意歸，是不是你女性 有問題？女人不由把錢趕走啊，越温柔的女人才會越旺夫的。你不旺夫，你 就看看 你自己的性格，急躁，好攀高，好攀比。你看看你阿媽是不是這樣，你阿媽是這樣的話，你是這樣，你的女兒將來是這樣，這個叫家庭排列，德國最流行的。實際我們老祖先早就有教，德國的海寧格的現在很盛行的，幾萬元的受惠一點就什麼的，唉，實際上他的心理學那個博物館裡面第一個掛住的就是黃鳳儀的相片。我們已經是免費堂的，我們幾個人你說現在現在學了一點點，日有機會再繼續學啦，浩如煙海的。但是你真的你只要靜心下來是得心應手的。所以海寧格他們德國的那些現在最領先的心理學家說，這個是東方的智慧，我們真的的，入寶山拿著金飯碗乞食，而且最糟糕的就是這條乞食的路是越行越黑。美國的總統尼克松寫了一本書叫做《不戰而勝》，到最後那一段有講的，當中國人的子孫不相信他們的列祖列宗的時候，我們就不戰而勝了。現在看看是不是我們一講就是，你看人家西方過的節日是什麼？聖誕節，鬼節，穿的是西裝，打的是領呔，結婚是婚紗。我們的寡人穿婚紗白色的，什麼時候穿白色的？披麻戴孝，我們過生日吃長壽麵幾好啦，壽桃幾好啦。現在蛋糕、吹蠟燭，吹蠟燭什麼意思啊？在北方叫吹燈把啦，吹燈把啦就走的啦。而且那些蛋糕、奶油蛋糕，聯合國十大垃圾食品之一。做咩？而且嚟講咧，係攞嚟嘅，登到佢面度，嗰啲都係糧食，你都接觸嘅，你完全都好如痴。五谷雜糧最養人嘅，食埋嗰啲嘅西方嗰啲咁樣樣嘅汽水、可樂、芝士，咁就係、是、如痴咯。我哋而家實際上都係挨打噶。八國聯軍打入中國嗰陣時，中國嗰陣時已經挨打咗一輪啦，已經發奮圖強噶啦。1900年打入中國噶嘛，1899年淨係嗰一年啊，喺天津進口先進嘅武器就超過咗前十年嘅總和。八國聯軍喺天津打入嚟嘅，當時天津拱衞天津嘅咧，天津嘅責任就拱衞北京噶嘛。叫天津衛啊嘛，拱衞天津出邊有個大沽炮台，就係而家差唔多火燒嗰度，沿岸嗰度叫做大沽口炮台，特登花重金裝配咗最先進嘅德國克魯柏嘅保雷炮，而且為咗拱衞呢個炮台，仲特別配備咗四艘魚雷艦，唔停咁圍住個炮台。據當時說，你想去北京得飛過去呢，可以這麼誇張的，就像當時二次大戰那個馬奇諾，法國的馬奇諾航線一樣。結果莫名其妙地 就被法國聯軍，人家兩萬多人
我哋淨係拱為天津、拱為北京嗰啲五六十萬人，計埋成個中國超過兩百萬軍隊，點解你咁輕易就俾人打咗入？而且打開我哋天津嘅彈藥庫，德國做嘅重機槍。一排上住黃油，睇唔到盡頭嘅，淨係子彈有一百萬發，佢哋就攞住呢啲武器打到去紫禁城。咁我哋嗰啲軍隊聽到洋人嚟啦，我攞棒棒棒就走啦。點解咁冇士氣？一個軍隊冇士氣就會打敗仗。無論你的武器多先進，一個國家沒有，一個民族沒有福氣就會有災難。看看我們中國近代史就是災難史。那什麼招來的這些災難？我們老祖先早就有教我們，不外乎做了兩樣東西，一個就是殺業重。日子一好過了，我們就中國就會貪圖口福，而且浪費。你看看現在的浪費。還有一個就是驕傲，驕傲同樣是我們都改革的，都有一些有識之士的，希望大家將來都是有識之士，周圍去宣講。但是很多人聽呢，有沒有撞板呢？有。你講真啲，仲要講，哎呀，唔好講咁多呢啲負能量嘅嘢啦。我話依啲先有骨氣嘅正能量嘅嘢，唔通講汪精衛嗰啲啊？啊！就係驕傲。因為點解會驕傲呢？我哋睇下我哋賠幾多億白銀就知道，中國係冇銀礦嘅，大家清楚嘛？就即係等於而家嘅美國。通行的貨幣當時就是白銀，現在就是美元嘛，美元就可以開動機器猛咁印啫，因為美國人仲有咁嘅福報嘛。我哋第日有機會再探討美國人點解佢而家保留住有咁嘅福報。好簡單嘅，佢從立國開始，佢有一啲好嘅人民文化，佢保留住，因為佢哋成為。他們的為他現在的子孫積了很多的福。海南島有很少的銀礦，但是當時全世界的銀已經有五分之三，而且還是繼續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國。當時中國的絲綢和陶瓷等等去到英法歐洲一帶，成為他們國家貴族宮廷裏面競相收藏攀比的，擁有一套中國的產品是幾咁係啦。好啦，當時尤其英國人計一下條數，弊啦，我們再嘅嗰啲錢再係咁樣流去嘅話，大概十年之後咧，我哋國庫就空虛曬，冇曬錢啦。不停咁樣派使節嚟到，要同你做生意，經商，你打開口岸。但係咧，天朝大國啊，我冇嘢同你買嘅。你啲萬夷之邦，中國被打到五顏六色嗰陣時候都唔似外交部嘅。後來不得不要同洋人打交道啦，就設咩嘅咧？設咗個對夷部，唔係叫外交部，外交部都平等啲啊嘛，對夷部啫。你係野蠻嘅嚇。我仲係你俾人打到已經五顏六色啦，嚇、啊！你咩虎形龍形都已經洗曬啦，冇啦，俾人綁住啦，你仲得把口嚇、啊？大閘蟹形咁樣，你識唔識？嚇、啊！有歷史學家同樣係改革，同樣係被列強欺凌。日本點解明治維新就成功？我哋中國嘅同治中興就唔成功。我們的貿易變化就最後連政變都不成功，又血肉相殘，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殺肉重和驕傲。驕傲的
基礎，你就係喺度浪費奢侈啊嘛！因為全世界啲白人都喺度。所以我哋真的很有責任，中華民族現在到了很危險的時候，因為怎樣呢？越來越不相信老祖先的東西，我們老祖先的東西是不停地樣樣流失的，一講中國的東西老古董，你哪一樣東西好過我們老古董的東西？太多事例了。你包括我哋講嘅頭先講嘅切身，你係要咁樣嫁個老公嚟咁樣嚟消磨你，咁點辦咧？唔係冇嘅，唔係話你咁樣就捱一世啊！而家中國大把嗰啲屋企嘅千金小姐，將來係點啊？真係要咁佢衍生出嚟嘅下一代就更加唔會好嘅，一係就離婚，一係就呢、這個，你唯有開始，你起碼嚟講咧，以1:3嘅嗰個能耐嚟忍受。忍三年，反省自己，我不能夠看不起老公。一個宇宙真相就是，你賺多少，吃多少，還有你們結了婚之後，你們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來的。你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你的，沒有公一份，婆一份那回事的。就是等於你們登一個銀行戶口，那張銀行卡，你一張，他一張，但是入面銀行的數字是不是一樣的？你去按出來和他按出來有什麼分別？你看不起個老公，哎呀，個老公才賺8000，我再賺，我又賺8000，行，可以，但不要忘記，你回家，好好地安分做你的妻子，你老公、你丈夫很快就16000，甚至乎18000。你出去做嘢，你係分薄咗佢嘅收入啫嘛。因為你嘅家庭嘅總收入係唔會變嘅。嗱，北京有一個地產商，佢就有智慧啦，一個女嘅，好有才華嘅。啊，星期五。收工了，跟個供應商講，一開會，因為北京奧運之後就好多生意，好多要簽合約。時間到，對唔住啦，我要翻屋企啦。但係我哋仲有少少合約嗰部分，因為去北京唔係話咩，有時我哋廣東去嘅，咁你話咧舟車勞頓，啊住一晚酒店幾錢啊？要等到星期一。佢不如咁啦，你哋就聽日嚟我屋企，既然咁多年。你明天上午我們將細節再談一談，簽埋佢，你們下午你中午就可以回家，不用你們浪費那麼多時間。好了，那第二天就去他家裡，棟別墅敲門，他在那裡做家務，幾多沒有十億都有幾十億，沒有百億都有幾十億 的董事長，30多、40歲做家務，在那裡吸塵，招呼了他們在個細客廳坐吧坐吧，介紹一下，這位是 我先生，這位是哪裡的供應商，好，你們談吧，他就在那裡看我們節目，穿著睡衣，隔了一會兒就牽著狗出去遛狗，他招呼他又喝茶，又要捧給他老公，對他老公恭恭敬敬，老公好像不學無術一樣，什麼都不做，在這裡又遛狗，遛完狗回來呢，他說：哎呀，我現在談好了，要簽了，你看得了，先生看都不看，那好了，留他們吃餐便飯，他們親自下廚，煮了飯等，吃完飯他們回去走了，心想他在吃飯當中還很尊重他老公，又夾餸啦，又裝湯啦等，完全就是一個農村婦女的那個，現在我們看下就是我們這樣來服侍她，我什麼學歷等，
結果後來再熟絡啦，傾開偈講起嗰件嗰日，點解你咁樣？你丈夫好似你乜嘢都優秀過佢喎，你點解啊對佢咁恭敬嘅？佢好似咩都唔做，就行行企企撩下狗。結果他講出了真相，各位，這個真相希望大家，他說我有何德何能，我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成就，因為他結了婚，嫁過去結了婚之後才有這樣的成就，而且當初都是兩夫妻一起，短短幾年時間就風生水起了，他這個全部都是我夫家的祖德的庇佑，這個是事實真相，只不過我是掛了個名，我是來還債，我是來替他的家族打工的，是啊，女人嫁去這個，你是欠這個家族的，你要認命才行，你是欠這個家族的倫常債。不嫁那些是不嫁那些是更慘，下世的還相配，我們人有一句說話叫人生酬業，有沒有聽過？酬債應酬，酬你的業障，你的業有善業有惡業，或者有不善業不惡業，或者有善當中的惡業，有惡當中的善業，大概就是這樣，男人和女人都是來還債的，不要笑得那麼不知怎麼形容又不知怎麼形容了，笑成這樣、女人是來還倫常債，男人是來還忠義債，女人是來還這個家的，男人是來還這個國的、所以男人的債務在社會徵兵打仗、吹起號角、等等、所以我們中國女性是很高地位的，舉一個例子，不要說重男輕女、女子無才便是德，下面有一句的，男子有德便是才，很簡單，我們出來男人，大家男人交朋友，你是喜歡交一些講信用、守時、尊重人、孝順的，還是尊那些偷蝦拐騙那些，有德就有才咯，一個好漢三個幫而已，是靠德的凝聚的，女子無才便是德，你不要用才，因為才是很有限的，我們的莊子、孟子他們都說過了，人生有涯，學無涯，涯就是有個限度，人生有限度的，學問無限度的，才華無限度的，用有涯去追無涯，怠矣，危怠了，你送去急症室的要、我們現在整個的都是扭曲的世界觀、價值觀，所以才搞到人生這麼苦而已，你看看我們結婚的時候、不過你們現在沒有了，下一次結婚，好不好，下一次下一代結婚的時候，你們有一個禮節一定要拜天地、第二天結婚就找我了，教你傳統漢族的婚禮沒有多少，中國整個那個禮節你包給天地神明的祝福，列祖列宗的庇佑、跟住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禮節，什麼合緊交杯、那些 都次要的，洞房之後的第二天有一個禮節，現在很多人都忽略了，調翻轉，所以我哋叫顛倒就係咁啊！是非是惡，長幼都顛倒就係咁樣。斟茶俾奶奶係咩時候啊？結婚前、洞房前、洞房後就唔係噶啦。洞房後咯，到咗第二日咧，你兩夫兩個小兩口就早早起身啦，唔好貪瞓覺啦，就跪喺度。阿爺，唔係家老爺奶奶
房門打開咗，你兩個跪喺度，好啦，請你起身啦，迎入屋啦。跟住琴晚咪坐喺東嘅位置嘅，你哋向佢斟茶噶嘛。跟住封利是祝福你哋，而家有啲人都仲有咁嘅例子係嘛？跟住兩個老人家就移去。而去，呢、这個叫做交子禮啊，係咪？國語叫做交子禮。呢、这個係一種酒嘅禮節。國語叫做交，我哋而家叫嘅咩啊？潮係嘛？潮啊，潮，西潮嘅潮，啊，南海一個西潮嘅潮，嗰、那個叫潮子禮。这个礼节呢，第日你想家族兴旺呢，一定要有这个礼节。啊，嫁的时候才说，嫁之前尤其找男朋友，你就帮叫我帮你看一下。啊，真的，因为这个有个六部教育，你们怎样怀孕受孕，怎样，有几本书你第日看一下。好了，坐下之后呢，这个礼节自古以来一般只会出现一次。就是长辈老爷奶奶向仔和新抱敬酒，不单止敬茶，是敬酒。调翻转，前一晚你向他敬，第二晚冇错啦，因为上一晚你合二性之好，就是上以事终了，下以延绵子孙。你的责任延绵子孙怎样体现出来呢？整个家这个酒杯交给你，另外还有一个族谱交给你。这个仪式，想想中国人伟大就是这样，整个家交给你了。所以这个家交给你，交给谁？交给你的女性啊。我们身家性命列祖列宗九元七祖全部交给你了，你说不尊重你这个女人得吗？怎会说看不起女性呢？不要用你的才，因为才是学不到多少的，用你的德。啊、我现在不用德，就用财，用亲财的有什么好结果的？这个潮子礼一般一世人只是出一次，会不会出现两次呢？有可能不是出嫁，咁你成日諗住呢啲潮子禮，即係呢個潮子禮實際上是爸爸，即係長輩向仔敬酒，只有出現兩次，一次就結婚，將個家業交俾你啦。另外一次就是個仔要出征打仗啊，所以我哋還社、還國家、還社會債就係咁樣樣。爸爸咧，葡萄美酒夜光杯啊，欲飲琵琶馬上吹，古來征戰幾人回啊！冇噶啦，兩父子可能最後一次飲翻杯啦。爸爸向佢，因為你為國，係啦，誒，佢唔會推個新抱出去，喂，你女人喎，出去死啦嚇！你叫個仔去。各人分工唔同啊，根本就是平等的，怎会有男尊女卑啊等等，那梗是有男尊，什么叫尊卑啊，就是等于男左女右一样。讲左右，左手好定右手好的时候，有分得出左手好定右手好的吗？分不出的嘛。但是现在有些大人就是出古话定是什么无聊的，爸爸好定妈妈好的嘛。刚刚将啲难题抌给小孩。真的这些这样的娱乐节目，儿童节目。我是電台的總呢、這個節目嘅總監，我就炒咗佢。你出埋咁嘅節目，對唔住，老師打岔一下。好。如果咧，那個父親佢唔止一個仔，係咪咁樣嘅招子禮都係用喺長子身上，唔用喺其他仔身上？如果分家嗰陣時候咧，因為一個大家族不分家就是用在長子的，他沒有分家的嘛，家族不會用，他族譜就是傳給他，不會是這樣，所以特別什麼叫將來叫長嫂為母，就是這樣。好，不是
啊，我哋老祖宗有大把好嘢學啊，希望大家呢、這個咁好啦。頭先講嘅面對住老公，而家係咁樣點啊咧？忍佢三年，但係你要真係好好地咁樣恭敬佢，反省自己，行翻自己嘅妻子道，行翻好自己嘅儀式道同埋母親道嘅時候，一般三年佢會嚟感化，因為你係補翻呢個命啫嘛。如果從藥師法門嚟講，連臨死都可以救得翻，更何況你仲有其他福報可以撐得住？除非你係假嘅，唔願意去改。呢三年你係行嘅假嘅，就等於好多人向你鞠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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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死人啊！你買佢啲嘢佢開心，唔買嘅有時候拧翻轉頭嘅就你咁樣樣，嗰啲鞠躬你啊，算啦，練得唔練啦？活出一個真面目啦！如果你係真嘅做到三年。你交俾個天，天會安排，真係冇得救啦，分盡啦，可以分開。但你唔好呢三年成日諗住唔得啦，仲有幾日就分啦。因為呢一段嘅姻緣啊，如果你唔得佢圓滿，你下一世重新嚟。等於你與跳龍門一樣，我跳一跳，我可以保持住呢個紀錄，下次由呢個起點再運上，你對唔住由零開始。我哋要解脫亦都係好啦，咁啊，血管通、經絡通、大小便通，身體就會好噶啦。咁思想通咗，首先唔好再食咁多肉啦。應該嚟講就唔好再食肉啦。驚唔驚營養唔夠啊？驚嚇？我未整完嗰陣時，你繼續啦。整唔到嘅。好啦，好。頭先嗰度係營養，乜嘢叫營養？我哋而家好容易有一個咁嘅錯誤觀念。點解唔直接了當話佢錯誤觀念呢？營養等於大魚大肉，係嘛？跟住或者蛋白質就係肉類嚟嘅，只有動物先有蛋白質。其實唔單止唔係，你話植物都有呢句説話，我都覺得唔合格嘅，係植物更豐富。肉類基本上佢係冇我哋。冇對我哋人體有益嘅能量嘅，咁既然係咧，你係隨口應下我定啲話係真嘅？如果係真嘅，就以後都打死都唔再食肉噶咯喎，做唔做得到咧？盡量減，做得到。唔好盡量減啊！我講完之後咧，你就一氣呵成去減啦。咩叫營養？我哋睇下，營字草花頭嘅，首先係嘛？跟住兩個口，兩個口嘅就係要有個通啦。營另外一個的就是呢，我們看看這一棵樹，在泥土裡面，這個就是營，它所產生出來的果實和輸送等等，這個就是叫做養。我們見過這個圖嗎？世界衛生組織的圖案，是不是？再看看這個圖案，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抄世衛，再看看我們香港衛生署，我們的十字車白車那裡有一個標誌，是兩條蛇，他不單止抄的，整多一條上去。這個圖騰是什麼？這個就是營養，這個就是古希臘代表西方文化最重要的
其中一個就是奧林匹克精神，是吧？奧運嘛。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圖騰，所以聯合國衛生組織用了它。這一根柱就代表了形，代表了不變，實際上就代表了這個陰陽圖。變化當中就是代表了陽，這個變化就是順應著地球的轉動，春夏秋冬，但它是一個不變的。但很可惜，西方文化已經真的好的東西沒什麼保留下來，不是說笑了，它這樣東西 它保留了下來，大家知道什麼意思嗎？不知道。它這個就是我們中國醫學的其中一個標誌，只不過用了這個來代表東方文化。東方文化起碼有中醫中學、中醫中藥、養生之道等等，養生文化、五行的雙生等等，一路保留住落嚟。雖然而家我哋傳承得好少，但係都仲有典籍可以查，可以作為依據。但係呢個咧，就變到咗用佢嘅醫學嘅解釋，就用只能局限於化學物理嗰個層次。嗰條柱就代表咗水銀，水銀就往下沉嘅。那個條蛇就代表了星騰的，就代表什麼？硫磺，硫磺往上升的嘛，水銀往下走的嘛，但實際上應該將它擴大到天地陰陽之間的變化，而不是當中一個小小的化學元素的變化。所以西醫為什麼說做最後是束手無策，就是這樣起名就厲害了。你看西醫現在允許的正常的死亡數、死亡人數、死亡指標啦，叫做嚇，是乜嘢？係幾多啊？我哋中國以前中醫裏面的十個病人有一個醫不好，你就差不多接近庸醫噶啦，啊，黃綠醫生噶啦。而家基本上你睇下啦，死幾多任佢噏噶，死亡證係隨便開嘅。尤其港英時代，中醫不可以開死亡證，西醫就可以報名開，所以我們活在這個這樣的土壤文化當中，為什麼它會變成這樣？它自己也很可惜，因為公元前七百多年就已經沒有了，整個希臘都沒有了。後來現在俄羅斯不是 跟美國烏克蘭的，烏克蘭有一個克里米亞，是不是？克里米亞那裡呢就打了一場仗，三四百年前。現在有做護士的，我們都應該有一個叫藍丁格爾的，提燈的天使，英國的一個叫有一個大學生，就是貴族的，帶著一大班那些同學就 去現場做戰場護理，護理學就是這樣出來的。但是它的背景是什麼？是戰爭。戰爭當時冷兵器時代就是創傷性的，刀槍嘛，刺刀嘛，那就慢慢就形成了西醫的一個偏門的東西，就是開刀、切割、修補，而忽略了更重要的預防和調整過後的調理。過後的調理是怎樣？傷口恢復了，骨接回上去了，就已經健康了。但真正的養生是什麼？真正的養生是我們整個的日常生活，包括我們起心動念的嘛，這件事就完全忽略了。不是說西醫都有心理學，西醫心理學是到了什麼？到了二戰後才慢慢發現物理學的醫學已經走到窮途末路，才開始走回翻用心理來輔助一下，再衍生了一些所謂的催眠學。營養等於大魚大肉，自古以來都沒有這個現象，因為我們看看
歷史上刻意大魚大肉的和平時期，不要說那些梁山那些，梁山水滸這本書其實是一本反書來的，我都不知道誰這麼沒良心就將它定為四大名著，沒有人雲亦雲啊。現在內地竟然間還將它編入教科書，其實梁山水滸裡面看落沒有一個男人是好人，沒有一個女人是好人，是的，那為什麼是教壞人的都沒有好人的樣板你拿去教小孩子呢，教你造反的嘛，大碗酒吃大肉，什麼叫大肉啊？大肉就是牛肉，唐宋元明清到了現在中國的典章制度都有的，殺耕牛是有罪的，是吧？那為什麼要鼓動你去這樣殺牛呢？以前是不吃牛肉的，就等於一直都不吃馬肉一樣，到現在都沒什麼人吃馬肉的，是吧？不吃牛肉也很正常的，跟住不吃豬肉、不吃羊肉等等，全部都很正常的，那個才是正常的。因為羊來到你此六畜人所事啊，《三字經》都有講啦。此五谷人所食啊嘛，你唔好調翻轉喎。嗰六畜係人嘅好夥伴嚟噶，狗幫你看門，啊，豬幫你食剩，等你唔好浪費；雞幫你施神，馬幫你代步，牛幫你耕田，羊幫你冬天羊毛取暖。所以千百年嚟，尤其係冇狗。冇，因為佢嗰陣時對啲狼啊，對啲蛇嗰啲動物，冇狗嚟幫我哋看家護院，人類好難生存噶。冇牛幫我哋耕田拉車，馬冇幫我哋代步，人類又好難生存噶。冇羊毛，我哋就更加過唔到冬噶。呢啲都係我哋好夥伴嚟噶。啊，竟然間我哋人日子好過啦，就殺咗佢哋嚟食。咁就忘恩負義嘛，所以點解唔會有冤冤相報啫？就即等於我哋廣東好多人出去啊，以前賣豬仔去舊金山開礦開鐵路咁，成條村嘅人為咗幾個後生仔去，不如我哋全部都去咯咁啊，成批後生仔都去啊，離鄉別井咁樣樣去幫你哋，我幫你啫，你成為華人首富啦，你就可以虐待其他一齊嚟嘅人，或者嚟講唔認佢哋下一代啦。不幫他們下一代了，現在太多這種現象了。同樣降生來的時候，來治理這個地球的時候，其他的生靈說，我來做豬、來做狗、來做羊來幫你的，你人才能夠生存到現在。所以為什麼來說吃了他、殺了他那個冤仇會這麼重的？有沒有聽過武系時代的阿媽做主的，你們想真的爭取女性權益呢，你就好好吃素，是的，不需要孔武有力的時候，不需要去，因為我們人從生理上來說就是摘野果捧清泉來喝的，只是認得阿媽而已，不知道阿爸是誰的，所以只是聽阿媽的話而已，那慢慢慢慢就阿媽大了咯，啊，但是後來有些森林失火了，燒死了動物，燒毀了樹木，沒有東西吃了，那就撿些肉的屍體試一下，吃一下頂住檔先吧，接著有些好事之徒就發覺，哦，原來可以用火的，原來鑽木可以取火的，敲擊可以取火的，接著可以燒了他們來吃的，削尖石頭打死動物，以前跟動物是和平相處的，人類是其他動物的統領者來的，你看《論語》裡面有一句，孔子在魯國君祭天的時候，因為用了孔子整個魯國就大治嘛，齊國 就擔心了，就送了30個美女給
路過國軍啊，等佢睇下跳艷舞啊等等啦，就冇心去冇不理朝政啦。咁孔子就希望喺最重要嘅祭天祭祖嘅大禮當中去通過咁樣嚟警醒翻呢個，提醒翻呢個國軍。但係佢草草拜一拜，拜拜就走啦。嗰陣時有個獻太奴啊，叫做太奴係乜嘢呢？就係、是、三牲豬牛羊。而家咧，我哋見有時國內有啲大型嘅叫啲咁樣嘅祭祀嘅，都係咧成隻羊整熟咗，成隻牛、成隻豬用床板啊，八條大漢咁樣抬上去。當係有啲佛教徒啊，包括我哋都提意見啦，唔可以用咁樣樣噶。後來到咗第二年嗰時候咧，佢就唔用個玻璃鋼整成嘅，啊，陶瓷嘅，一樣係咁樣樣，實際上都違背咗真正嘅意思。因為點啊？從《論語》嘅隻言片字，我哋就可以睇得出，唔好用而家嘅人解釋啊！而家啲財迷心竅，難聽啲嘅鬼迷心竅，佢咁樣嘅解釋嘅，佢全部都係用佢自己嗰一套嘅啫。孔子睇到魯國國君草草就走啦，跟住佢就唉算啦，我都翻屋企執行李，就開始周遊列國啦。啊，唔好嘅亦都係好嘅，就開始咗孔子嘅周遊列國，先至有而家嘅儒家嘅論語。講唔定如果係孔子安於做一個小小嘅國君，佢唔會去其他地方，就冇咁多經歷，冇咁多嘅後人嘅呢個學習嘅。咁佢執行李嗰陣時候咧，就見到子路拖住只羊，咁就喺佢門口行過，走翻翻嚟。佢就講咗一句：汝愛其羊，我愛其禮。我話你中意呢只羊，但我反而中意呢一個祭天地嘅禮字。咁呢度係咪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活生生嘅現象，就係咧子路係拖住只羊生勾勾咁行翻嚟噶，並冇殺到只羊嘅，係咪？點解你而家祭天你要殺咗佢？我叫你一齊去拜祖先，跟住懟冧你係麼？得唔得？個道理係咁荒謬嘅，因為人口同牲口以前都係非常之貴重嘅資源嚟嘅。因為嗰陣時生產力低啊嘛，所以我哋中無論咩民族都好啦，中國嘅最早嘅圖騰就係、是、最早嘅就係拜天地嘅圖騰，跟住咧再演化為咩咧？拜物嘅圖騰，一棵樹、一座山，我哋都拜下，的確係有山神、有樹神噶嘛。不過石頭怪啲、大啲嘅都拜下佢咁。咁拜不外乎產生一種恭敬，咁淨係我恭敬唔得嘅，我哋就要一齊嚟恭敬。好啦。五谷神啊，咪拜社稷嗰時候，我哋拜，包括拜祖先，呢個拜字點寫啫？手裏邊呢個手裏邊拎住一朵花，手裏邊拎住一朵花，代表咗乜嘢啊？代表了你用植物，你不要用隻燒豬，不要用動物。第二個就是這個花就代表了大自然生長的，不是相克的，是相生的。怎樣代表它相生呢？它展現出燦爛的花朵的時候，就是 最旺盛、最利萬物的時候的，最付出的時候的。另外一層意思就是你的心境就是好像這朵花一樣，這個叫做效法。其實中國沒有拜的那個字，後來才有的，但中國更早的一個字叫做效法。效法就是你學到它百分百就叫做效法，拜都是有距離的，你高我低。它除了拎住，你看看現在日本
佢拜死職神嗰陣時候，最明顯嘅一個現象就係咧，一棵葱、一個蘿蔔、一條魚。嗰條魚咧，個碗仔好細下嘅啫，細細啲條魚，一半嘅水，嗰個魚就瞓喺度。咁啊，敬一敬，拜一陣。而家通常都後生嘅都好少拜，係老人家拜嘅。跟住就將佢攞翻嚟，行到河邊，嗰條魚就放生了。所以日本點解會明治維新？點解人哋改革成功？公元六三年同中國唐朝軍隊喺白江口，而家韓國嗰度打咗仗，日本軍隊大敗，跟住就派遣唐使嚟學習，學咗中國好多嘢去，其中一樣嘢就係學咗中國嘅食素文化，因為當時嘅梁武帝，包括當時嘅唐太宗，甚至乎武則天，都係尤其武則天食素嘅，當時嘅典章制度係食素嘅。有一個事例就證明了，有一次上朝武則天雄才大略的，也很奸詐下的，他就在袋子揞了一塊羊肉出來，遞給一位大臣就說下次交朋友小心一點啦。大臣原來什麼呢，個大臣的仔滿月，他就請了幾個鐵杆盟友、知心朋友啦，靜靜雞咁樣，我哋食翻餐啦咁，就食羊肉。當時嘅法律規定係食素嘅，係梁武帝一路到唐朝，所以唐朝點解咁鼎盛？但係有一個咧，就唔知點樣啦，就呢個奸詐嘅，交朋友都小心啲，就收埋一嚿羊肉，就向武則天告發，有冇琴晚咧喺佢屋企食羊肉嚟啊？證據啊咁，武則天都不似呢種小人啊！人哋咩可能嗰個大臣啊，本身武則天覺得佢哋值得重用啊。雖然你呢個係瑕不掩瑜啦，唔緊要啦，咁就直頭踢爆佢啦。下次交朋友小心啲啦。咁又將呢個側面就講明乜嘢啊？你嗰個大臣偷偷食肉係犯咗罪嘅。咁換言之，典章制度係立法規定要食素嘅。但日本就學到十足，第一年就他們的武藏天王開始就不准吃野生動物，獵人都是犯法的，第二年就不准吃家禽動物，一直到公元189几年明治維新開始脫亞入歐，足足1200年日本人是吃素的，即幾厚的福啊。所以他一改革他就成功，我們改極都改不成功啊！我哋太愚痴啦嘛，太多障礙啦嘛，所以我哋有親乜嘢障礙嘅時候咧，你對天就發願要食素，要請人食幾多餐齋，要咩仔女考大學又好，自己要腫瘤要醫好又好，個老公回心轉意又好，啊乜嘢又好，包括光宗耀祖又好，包括國泰民安又好，食素，跟住再積極啲就放生，就咁簡單。去過杭州未啊，各位？杭州的 GDP 到而家好大嘅來源都係旅遊業。杭州嘅西湖，我哋一講西湖，中國有49個西湖，一講西湖都講杭州西湖。啊，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點解我講蘇杭啫？點解蘇州女靚啫？見過蘇州靚女未啊？蘇州女人並不是很漂亮的，跟我們差不多的，真的。但是說她漂亮是為什麼？美是什麼？你看看四大美人，其實四大美人有誰真正美的？美的是什麼？西施的美是對國家、對主人的忠，是吧？貂蟬，是吧？又是忠。昭君出塞都是中下列，中國人不會，我們老祖先不會那麼蠢的，留下一個楊貴妃啊，給你一些娛樂你都可以的，不要說死板嘛，是不是？都算中啊，你不要說他們兩個人雖然老夫少妻，但是他們的感情是真的啊。楊貴妃一扭計而已，唐宗就真的吃不下飯的，他真的吃不下飯的，我不是說其他代替不了的，因為他們很多志同道合，尤其對音樂各方面的大家互相探討，是超越了
般嘅嗰啲咁樣嘅情感嘅。啊！講到幾點啊？五點啊？五點半。我就唔攰，我啲算乜嘢啊？而家係六十幾歲人，講一日都唔都企一日都唔落台嘅，我哋企半日算咩啊？嚇，攰就唔會攰噶啦。不過就講唔啊，我哋嗱營養咧，只有植物先至夠營養嘅啫。唔該，我哋呢、這個簡單介紹一下，食素嘅人有五種嘢唔可以食，五種植物。葱、蒜、韭菜、翹頭同埋煙，喺五行嘅相生相克，佢會傷到我哋嘅五臟。葱傷腎，蒜傷心，韭菜傷肝，翹頭傷脾，煙傷肺。食煙好容易得肺癌。咁你話食蒜，哎呀，蒜頭啊，蒜頭冇事，你唔好食。你除非咳得好犀利，不過葱。而家啲黑蒜咧，我唔知係咪改基因嘅，都。再製過的，係製過。你如果有病，嗰啲係藥落嚟嘅。對血管好，唔好咩？最好嘅對血管好嘅咧，你就係清心寡慾。第二個就係依照四季嘅食道地嘅對血管就最好嘅。即係不時不食。係啦。我哋衛生部2012年有一個藥食同源嘅，因為中國嘅文化咧，佢真係佢嘅營養啊，佢扎根得好深嘅就係，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就喺度養生噶啦。我哋有88種食物係分唔出，究竟係藥定係食物？你講嘅薑係食物定係藥物啦？啊，胡椒包括淮山，又係食物又係藥物，係咪？但係葱、蒜、韭菜、煙葉呢啲以偏藥物為主。不是食物，鴉片是什麼？是藥物，你夠膽拿來做食物？其實鴉片是很容易種的，但你試一下吃一下它，沒事吃一下它，會中毒的。但你有事的時候，你不吸一下，就不吃一下它，不注射一下，你就過不了日神。所以美軍士兵啊，而家每個人身上都帶有嗎啡嘅，佢係合法攜帶毒品嘅。佢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每個士兵裝備咗有嘢，一旦受傷佢自己可以注射嘅。咁所以佢就唔會喪失戰鬥力咯，亦都減輕痛苦咯，可以等待人嚟救援咯。就係杜冷丁啫嘛。所以天地冇一種唔好嘅嘢。咁呢啲如果平時冇事嘅時候食咧，佢就會散我哋嘅元氣啦。比如大蒜可以殺菌，殺咩菌啊？殺屍毒，動物屍體嘅菌。如果我哋冇事嘅時候食佢，佢就會散我哋五臟嘅元氣。我哋發一次脾氣就散五臟元氣啦。我哋啊抑鬱一次又散一下啦。我哋過量嘅勞累或者捱夜。酒精等等都在散啦，咁嗰啲係比較容易避免嘅。如果呢啲喺餐桌上，我哋唔講清楚，因為古代嘅佛經包括《本草》都有講到傷我哋、散我哋嘅，呢啲係藥嚟噶，唔係肉嚟，唔係食物嚟嘅。所以冇事嘅時候咧，唔好去食佢。啊，仲有咧就係、是。天上的飛禽、地上的走獸和水裏面游的水族動物，這個就是我們真正食齋者，食
就係包括有過午不食啊，我哋叫食素者，千祈唔好變將自己依然停留為我係蔬食者，唔係素食者。而家最近聽一個名詞叫蔬食者，我哋去一個素食館啊，見到點解嗰啲咖喱薯仔嗰度有葱嘅，咁我就問佢呢啲咩嚟㗎？但我哋唔係素食館，我哋係蔬食館，蔬菜嘅蔬啊。即係個葱蒜係可以食嘅嘛？我就喺廣東啫嘛，我你何必搞咁多嘢咧？一嚟你買多啲葱，買多啲蒜，係咪增加你成本，增加你啲人工工作量？你唔加嘅落去，我一樣食得，反正都係食素。點解你要你做咯？咁你做咩咧？啊？香啊！吸引嗰啲嚟咧，就會趕走我哋戒咗嗰啲。啊！佢如果唔係做我生意嗰陣，佢就開肉食店，佢就唔好嚟吸引嗰啲。而家搞到半天吊咧，我哋想食素嘅人咧食唔到，啊中意食肉嘅人咧睇到你冇肉食嘅，佢又另轉身走。你係想執快啲定點？佢又唔係唔知嘅喎，我一問嗰陣時候咧，佢即刻耷低頭對住廚房就嗌：，唔好再放葱蒜咩食啦咁。佢唔係唔知，唔使我解釋嘅。只能夠咁樣講，佢嗰度仲放傳統文化嗰啲流通嗰啲嘢，就係唔知點講到根源咧。除咗佢學到唔三唔四，最緊要就係咧，仲係孽障重。一個人想改邪歸正唔容易㗎。你信唔信？你哋行出去可能就好多考驗。一旦你發願，我要做善事啦，我要學佛啦，學修行啦，咁啊，你就阻滯好多噶啦，好多人嚟考你噶啦，啊，因為呢啲係你自己業障，你千百年嚟，你唔知障礙咗幾多人，係嘛？報應咪開始嚟咯，唔緊要，係好事開始還啦，只要你捱得過去，你相信，你一定係重罪輕報嘅。我昨晚才收到一個訊息，我們很想扶起他的一個素食館，決定了要撿了他了，明天就清盤交出來了，因為他天時地利人和 都不具備，出動 到政府部門來趕他，那沒辦法，蝕了幾個月，蝕了200,000左右，蝕了都是賺的，要鼓勵他。人家不讓你開就沒辦法，要收回來，否則繼續蝕你都要的，繼續蝕繼續撐，比如我真的開始就做其他生意，你都 沒可能，更何況第一你本身你捱了十幾年的殺業，你殺了多少你不用還，第二個 你這樣蝕法總好過你在醫院，被開刀被 ICU 那樣， ICU 那些病房一日過萬元的，你一個月先蝕幾萬五算得咩？有冇聽講過有啲病房啊？嗰啲深切治療部嗰啲啊，要收錢嘅，喺內地一日超過10,000嘅，人民幣啊，係啊，而且你仲要被劏被挨等等等等咧，你而家免咗你呢、這個你供養咗大家，你免咗嗰一刀，你免咗元氣大傷，你幾著數啊？你捱過了你就曙光在前，不要緊，就算這裡趕住你趕走你，你都不要氣餒，你在別處你還打著眼睛，你周圍看看哪裡有吉鋪，你都做到啱，你再做過嗱嗱聲還債。人生來到真相是以服務為目的的，不是來掠奪的，不是來競爭的。競爭是什麼？競爭現在英國人自己都承認了是禽獸定律，因為最早叫出來競爭的是哪一個呢？一個英國人叫達爾文，發現新大陸那個，進化論那個，不是哥倫布才是的，進化論那個物競天擇，你想想這句話，這個人說出來這句話的
包括經常傳播的大概他都犯一個很大的罪，就是毀謗天地，物競天爭，適者生存，這個就是叢林哲學來的。到現在進化論首先從科學上 DNA 排列就已經否認了，沒人再提了，生物學上已經是不成立了。第二個就是從哲學上來講，宗教上來講，就是一種亵渎神明的物競天爭，物就是我們眾生，包括仔女，阿媽生了十個八個仔女，那個阿媽就是天，她會不會說、哎、你們出去競爭，爭贏了就回來，爭不贏的啊，不要回來見我了，媽會不會這樣？媽生了五個的，其中一個是博士，其中兩個普通學生，其中有一個小學都未畢業，甚至乎低能的，她最關心是誰？低能寶寶，沒錯了。你看看我們儒家的精神、啊、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啊、不是為私、啊、選賢與能，廣信修睦，選賢與能那時候就講選舉了，你美國立國多少年了，韓國選舉 學我們而已，廣信修睦，你現在銀行 LC 是不是要什麼開信用狀、啊、修睦、啊、和睦鄉鄰，故人不獨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養，壯老有所中，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啊，鰥寡孤獨嗰啲咪就係不識者咯，不識者我哋唔單止要佢識，仲要想辦法俾佢好好生存。呢、這個咪國家福利咯。點解要摧殘佢哋啊？點解要用競爭嘅思想啊？永遠冤冤相報，無遠無了。好，好啦，真正的營養呢，不是在出面吃多少東西進來，是我們人體本身你就具備了營養的所有的機能，就即等於你具備了這輛汽車的所有性能，所謂的外在的營養只不過是什麼？你的入氣汽油，你的能源儀，能源的目的是將這個的具備的功能將它發揮出來。第一個，身體自我運行的熱量，這個熱量包括了我們五臟六腑、大腦思維、經絡的暢通等等，包括我們的體溫，包括心跳，還有一個就是成長發育，萬一受到損傷時候的修補，這麼小個變到這麼大個，萬一不小心割損的手藥物，只是防止細菌的感染，它的復原是我們身體本身就有這種功能。第三個就是自我調解以適應各種變化，自我調解情緒上有樂極有生悲，身體上尤其有以前就更明顯的有水土不服，或者環境的適應期，甚至乎溫差等等，這個幫我們那個調節，這個都要源源不斷地樣損耗我們一些的能量。咁呢三大能量咧，營養學家又將佢分為所謂嘅六大營養素：糖類、脂肪、蛋白質、礦物質、維他命。後來仲有一個叫做纖維，當然仲有一個水，水就係人都飲噶啦。我哋今日就唔喺度探討啦。咁呢人體所必須嘅呢三大營養功能，係咪喺我哋日常生活好正常咁樣樣就？吸收得到，我哋睇下佢嘅來源係乜嘢。唔該。好啦，為咗滿足呢三大營養客，第一個糖類、脂肪、蛋白質、礦物質、維他命、纖維。啊，纖維今日就冇時間講啦，一定係植物纖維。動物纖維咧，棘喺我哋嘅腸道度，我哋嘅腸啊就好似咩啊，洗衣機排水管一樣，好多皺節嘅，佢棘喺度好容易就發臭嘅。所以我們的口腔發臭有菌呢，實際上就是牙齒裡面有動物纖維。
有植物纖維的話基本上都不會有事，尤其你是有一些比較偏味道酸性的植物纖維的話，不單止你最好不用刷牙，就是靠那些是固牙的，是啊，更好的牙齒，你不要以為牙刷是怎麼來的，牙刷就是植物那個柳枝的樹皮咯，你將植物的果實那些留在口腔那裡，就等於你整晚都在這裡用植物來保護你的牙齒，更好過你到了第二天是很甘香的。事實是的，牙膏不是好東西來的，能不能吞下去，能不能吞下去，那些都是化學的。你吃啲桔皮啊、柚子皮啊咁啊，你冇牙刷或者去到邊度咁啊，你啲整嚿植物皮啊，整嚿苦瓜，嚼一嚼佢，等於刷咗牙噶啦，好正噶，到第二朝好甘香嘅。好啦，咁啊糖類，糖類咧，呢度嘅營養表咧係西方營養學家噶，西方營養學家當然佢對人。一都是一體兩面，有好有壞。他將他刻意提出來呢，不見得是好東西，因為糖類呢凡是植物都有糖，連苦瓜都含有豐富的糖分，白米飯都含有豐富的糖分，大家刻意展現出來會不會誤導大家，這個都不探討了，現在只能夠把握時間就說，你要吃糖呢，我哋唔好食得太上癮，尤其南方，我哋廣東菜，喐啲都放糖，放糖多咧，對身體好傷害嘅。因為本身我哋要嘅係天然糖啊嘛，你人工糖咧，尤其係白糖啊，以後都唔好食啦，建議各位唔好主動去食。你食到人哋煮出嚟嘅，唔小心有佢落咗唔知嘅，冇辦法。白糖非常之毒的，我哋要睇下嗰啲蔗汁，一支蔗汁去榨出嚟，榨出嚟嗰杯蔗汁，嗰個玻璃杯入邊嘅蔗汁顏色係乜嘢樣啊？青黃色嘅，係咪？咁請問個黑色喺邊度嚟？非水結晶之後，佢沉淀出嚟就變為黑色。所以咧，我哋要食糖咧，食黑糖係啱嘅。咁白糖喺邊度嚟？你去糖廠看看，就是一桶桶漂白粉咁樣倒落，所以聯合國十大垃圾食品之一，你而家先知啊？聽過很多次噶咯喎，啊？你睇佢哋大驚小怪啫，係嘛？啲冰糖咧，冰糖實際上係加多咗凝固劑，一樣係漂白嘅，都係漂白，係啦。偏糖，如果你紅糖就只係黑糖好啲。但黃糖已經有漂白的成分，粉狀又好，塊狀又好，那些都好一點，因為顏色，我們現在從顏色上來說，沒錯了，因為它結晶之後，它慢慢就變成糖漿的時候已經是深色的了，所以糖類呢，你吃太多糖尿病呢就有機會了，因為糖尿病是成因不明的，到而家西醫都揾唔出真正嘅原因，基本上連情緒都會導致到糖尿病，冤孽又會導致糖尿病，但係飲食亦都會走唔甩嘅，就係因為你過量嘅人造糖，要將佢排走嗰陣時候，會產生一個自然嘅現象。啊，糖尿病唔係咁可怕，但係因為糖尿病而喪失咗抵抗力，比其他疾病萬病之源啊，所以糖尿病係。還有脂肪，脂肪呢，我們沒有脂肪又不行，但是太多的脂肪又不行，尤其是太多堆積流通不好的脂肪就更加不行。那堆積流通不好的脂肪是什麼呢？就是動物性的油脂。你看天氣稍微凍一點的時候，植物性的油脂最多停了之後呢，很容易就它是水溶性的，但動物性的油脂呢是固體性的，它很難被我們身體吸收，一天氣稍微凍一點的時候，動物油脂就有一個特點，白色成塊狀，很容易阻塞，一條河流容易阻塞就會泛濫，一
條水渠容易阻塞就會嘔臭，同樣道理在我們的血管裏面容易阻塞就會變成各種的冠狀動物、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動脈硬化等等，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因為有動物性的油脂積在這裡。記不記得張膽泉、還記得嗎？他就是因為成龍、立法高醫院、心臟、那晚跟彭定康他們、在這裡聯歡，看著他跌落台，是的，他不知道表演什麼節目還是什麼，他唱歌也很厲害，是的，唱歌跟住跌落台，當時都有幾個係立法局嗰啲都係醫生嚟噶嘛，馬上同佢搶救，跟住就到咗第二朝瑪麗醫院就開記者會，好早下，佢兩個仔就坐喺度，哇，好傷心，嗰個畫面到而家都仲記得，就宣布佢死亡啊，點點點，送去醫院冇幾耐就死咗啦，所以天光就已經可以開記者招待會啦，咩資料都齊曬啦，佢每年加菲去美國做全身檢查的，檢查有用嗎？他自欺欺人的，很先進的電腦的量血壓的、我看到有些人在那裡量量量，哇，看著他，哎呦，血壓正常，哇，很開心打電話給醫生，報告醫生，我血壓正常，到了下午量一次，正常喔、何必委屈這樣來情緒來折磨自己呢？根源在哪裡？那個是表象來的，根源你的血管什麼原因導致到你的流通量不好，阻塞，阻塞了，因為所有的營養都必須先溶在血液裡面，然後由正動脈將我們的所有營養送去各個器官單位，然後在靜脈走的時候將我們產生出來的那些各種廢物通過靜脈將它帶走，一個循環，中間不可以斷的，什麼阻斷了我們的血或者窒礙了我們的血管流通呢？營養輸送不到上去，廢物帶不走，廢物帶不走，堆積了就成為了有毒的脂肪，耐了耐了就成為病灶，再耐了就成為了腫瘤的前身，整個過程就是這樣。癌症點嚟㗎？癌症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嘅堆積。所以脂肪咧，動物性嘅脂肪好容易阻塞，好容易導致到有冇人而家食降壓藥㗎？在座有冇？你仲有啊？你又有食食嘅一係兩粒，又一粒，兩粒添啊？你現在開始，因為你基本上如果你不吃素的話，你要終身服藥的，而且再久它不可能給你三粒你吃，因為都是濃縮的，因為濃縮到這麼差就要你搭橋，有沒有搭過橋？有沒有提醒你可能將來要搭橋？到時才算了，搭橋啦，放支架啦，放支架而家香港都好少做啊，仲多啲嘛，啊，而家反為通波仔，通波仔，通波仔多啲，都係治標不治本，根源喺邊度啊？你知唔知你嗰啲血嗰啲藥係稀釋血管，放軟血管？稀釋血液，加速它的流通，這些本身我們身體如果不吃那麼大量的動物性的油脂，它根本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就不需要我扔很多垃圾塞在下水道再請個工人回來幫我通了它一樣，用鍋子的是啦，什麼通渠佬那些這樣，你何必呢？薄血管啊，越整就越衰，血管整到薄了脆了之後呢，尤其是你的情緒不穩定，因為我們的血管不是那麼光滑的，
它是坑坑氹氹的，好像美國大峽谷一樣，很容易就在中間呢就棘了一些邋遢東西，棘了在邋遢東西多了，腐臟物多了之後，那個內徑是不是越收越窄？內徑越收越窄，就等於五線道的車撞了變成三線道，但流量要這麼大啊，就開始塞了樽頸位了，跟住一個不小心又撞多幾撞，你塞得幾塞喎？得一線道嘅時候，咪要靠食藥嚟疏通佢咯，夾硬推土機推開佢咯。但係推開佢，你繼續阻塞，繼續交通意外，你一架推土機跟住兩架咯，撞到旁邊啲血管傷曬咯，啲護欄傷曬嘅時候，疏通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嗰、那個護欄震下震下就好似血管爆啦。有冇留意到爆血管嘅人往往都係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就是他的血個心臟跳下跳下，要催谷那個血液往前推的時候，血管本來很軟熟的，你腐臟物多了就變硬角角，硬角角多了之後呢，那些腐臟物越來越黏著得多的時候呢，就變成粒狀狀態，就會撞傷我們的血管，撞傷了暗傷了之後呢，日子有功，一年、兩年、三五年、十年、八年之後，這個地方有隱患之後，情緒一不穩定，它就會爆。一爆，壓迫到你神經，你就失去了，就半邊不遂咯，口角斜歪咯。如果在大腦上面的，就直接會癱咯。咁跟住食好多藥，開刀嚟輔助疏通佢根源喺邊度？唔好塞佢咪得咯？唔好塞佢嘅原因，你唔好食動物性嘅油脂。油脂呢樣嘢又係多餘嘅，譬如糖類可以將佢剔除，脂肪又係剔除，根本上攞佢嚟做咩咧？我哋知道我哋煮菜有啲咩油啊？花生油啦、粟米油啦、橄欖油啦、芝麻油啦等等。使唔使一定要炸油先至有油啊？直接食芝麻有冇油？直接食花生有冇油？有嘛？依度做炼油厂仲好啦。所以连植物性嘅油脂喺营养学嚟讲，营养学家都建议我哋将佢抌咗佢。佢讲到，请你将你嘅抽油烟机掉咗佢啦，唔使用油嘅，因为点解？你不用怎樣炒東西，因為油脂除了煮菜不會黏膜之外沒有其他好處，大量的植物性油脂都會造成脂肪肝，吃素的人都有脂肪肝的，就是因為太多油，根本上那些油呢，人工製造出來的油多少都有防腐劑、穩定劑、透明劑，你直接吃各種植物一樣有油，所以根本上不需要的，而刻意將它拿出來根本上是有些誤導了大家的。好了，蛋白質、礦物質，我們經常說的礦物質，實際上顧名思義就是深圳人吃的，中國有的，
南方長江以南有的就不要四年了，長江以北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你試下味道得唔得咧？比如嚟講，你嗰當地嘅蘋果，食一個美國嘅蘋果，邊個夠營養啊？肯定係我哋當地嘅蘋果，適合你嘅基因密碼，適合你嘅水土。因為美國嘅水果比美國人食嘅，最明顯嘅我哋種族嘅唔同。飲嘅牛奶，我哋美國人可能飲牛奶，佢可以吸收70%。中國人飲牛奶、飲羊奶只能夠吸收30%，剩下70%要排走，成為障礙。所以我哋國人，尤其亞洲人飲嘅黃種人飲嘅牛奶都係對身體好傷嘅。種族唔同啊！我哋廣東人，我哋中國人，生完 BB 係咪要坐月㗎？啊？俄羅斯人使唔使坐月啊？要啊，使。唔得啊嘛，使。美國人有冇坐月嘅？好似冇。佢冇興，唔興呢啲嘢㗎。唔興。佢認為你中國女性偷懶㗎。佢哋休息就算㗎。佢三個禮拜可以跳落游泳池游水嘅。你中國女性減唔減？你生完個 B B， 你試下。一下到時候你成身都骨痛。水土不同啊，種性不同啊，為什麼什麼都學了別人呢？好的東西學不到他，盲目地樣。所以所有的營養只有在植物當中，只有這樣樣的生命能量場當中才能夠提供得到給我。而真正的健康不是你吃很多塞很多东西进去，而是你有能量将很多毒素排出来，你就健康了。所以只有食素，因为肉类除了含有过量的油脂和蛋白质之外，其他的能量肉类都很少，而脂肪基本上是多餘的。氨基酸啊等等的各種的豆類、堅果類呢，含量是比肉類豐富很多。一個饅頭，一個一兩重的饅頭等於一杯50毫升的牛奶。你早餐吃個饅頭，你已經足夠你的氨基酸、蛋白質。這個中國國家衛生部頒布的營養對比，我們看看現在香港學校的小孩的營養，那些學校的餐單裡面的金字塔，70%是五谷雜糧，20%是蛋奶，10%是肉類，是不是？這個不單止香港，是整個英聯邦，換言之是整個世界的一個趨勢，越少肉類就越好嘅。好，唔該。好啦，呢、這個我哋食素咧，唔得呢個叫彩虹色嘅飲食。真正嘅食素先至有五種顏色：紅、黃、青、白、黑，對我哋嘅心肝脾肺腎。好，唔該。食素嘅人咧要多食薑，《本草綱目》裏邊。食不到都要吃的了，你的慢慢尤其年紀大了，他陽氣不是很夠的時候，吃不到。你想想你將來如果抵抗力差要吃藥好，還是說吃下抵抗力好了不用吃藥？治傷寒，本草日用本草裡面有薑呢，可以治傷寒、醫頭痛、入肺開胃、去腹中寒氣、解臭胃、逐瘀血。臭胃就是很多壞死的細胞代謝不好，瘀血就是有這個女性比較多，驅邪濕，尤其我們廣東地區，其實這個是全國性的，你只要有吹暖氣、吹冷氣，不是自然的空氣防腐劑等等，這些邪濕
肯定有的啦。仲有可以培正氣、通神明。所以薑呢不要只是上午吃，其實晚黑都可以吃。有些人說這個什麼你晚黑吃薑如同砒霜樣，其實不見得、啊、因人而異。而且那個人呢通常就是虛火，麻煩虛火太盛、啊、陰虛火旺的人呢就要吃些什麼呢，山楂啦、金銀花啦、菊花啦等等、綠茶啦、啊、蓮子心啦，一樣要吃些薑，這樣不要計較啦。你一旦要吃藥的時候，醫生不會跟你說那麼多扭計的、啊、你不要說、打針就很痛、啊、好，爛薑不爛味呢，千祈爛了的薑不要吃。第二個就是放入雪櫃的薑，洗過濕曬泡了的薑不要吃。所以你的薑一定買，最好是買有泥的，泥本身就在保護它，所以千祈不要放入冰箱，因為它吸曬你的寒氣，這嚿薑就多餘了，沒用了。你以為你自己有吃，味道好像在這裡，但是功效濕了，就等於一支火柴劃了馬上被風吹熄，那個火柴頭還在這裡，但是火藥已經沒有了。所以薑呢千祈就什麼叫爛薑呢，浸過水的，你今天浸了，除非你洗乾淨即刻就切，當然沒事。你浸完水到了明天才用的，基本上就是算爛薑。所以超市裏面浸到一大嚿那些黃金金的，那些不要買，沒用的，麻煩。好，那麼怕食素不夠營養，這個是香港紅十字會啊輸血服務中心。那麼我們知道血最主要的來源就是血紅素，血紅素的主要成分就是鐵質。以100克煮熟的動植物的含鐵量作對照，這邊是肉類，最高是牛肉 2.8， 最低的這邊是紅豆 3.1， 是的，最高的是黑木耳 46， 不是 4.6， 看真一點。好了，肉食有些什么样的害处呢？肉食有很多害处，本质上的害处。什么叫本质上的害处呢？它我们从居住上，居住环境，我们一般人住的环境有厨房、有厕所、有餐厅等等，但是你居住的這麼比較講究的環境，你有沒有試過沒病啊？多少都有不舒服、啊、有病的時候會怎樣呢？看醫生啦，吃下藥啦，或者調理一下子休息一下啦。但我們看看那隻豬有沒有廚房，有沒有廁所，有沒有餐廳，有沒有什麼食啊，吃進去放出來都在那裡、啊、這頭吃那頭出，好像直通車一樣順利過渡的。好了，走埋豬欄或者有豬車走過，是整陣酥臭味的，是不是？好了，為什麼會臭啊？因為它有病菌有毒素污染了空氣，刺激我們嗅覺神經，哎呀臭，有毒了，然之它整個的生活環境就是被臭的、被毒的環境、被病菌的環境包圍住，實際上它是周身病毒、周身病菌的。我們看看老人家，我們照顧老人，我們的阿爺、阿嫲或者父母年紀大了，慢慢新陳代謝不好了，以前吃肉也都吃了不少了，跟住內分泌有啲差啦，甚至乎大小便有啲唔係咁治理得好嘅時候，慢慢就一陣老人味，係咪？一陣成佢住過嘅嗰間房都有陣味，甚至乎有啲膿腫啊，有啲瘡啊，有啲腫瘤啊，
但是因為他是我們的親人，沒有他就沒有我的，所以我們義無反顧要去照顧他。這個照顧他有時候我們還要忍受這種異味，還要戴著口罩，但是我們一定要照顧他，但絕對不會說對著他那個腫瘤或者他流緊口水鼻涕的，我們去親一口，去吃一口。但是你看看那隻豬、那隻羊、那隻牛、那隻動物，你認識它多少分鐘？它擺出來好像很亮麗，它整個環境都更加在惡劣的腫瘤環境、病毒環境之下生長的，我們竟然間還要餐餐都貼錢去將它吃下肚，連帶著它的病菌。而且他吃的是什麼？幾多的激素啊？我們現在講到中華民族到最後還有一個最大的災難的，就是美國有幾十萬人專門針對我們的科研又好、經濟又好、宣傳又好、金融又好，來阻擋我們的這個民族的復興，甚至乎是扼殺我們的。其中有一個就是飲食文化。飲食文化其中有一個叫孟山都公司的，你上網查一查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的，基因改造，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在這裡研製生化武器的這間公司，美國國防部就是他們的大股東。美國自己都承認基因改造對人體有害，阿根廷、南美、巴西那一帶上了當，幾乎國家破產，印度不少農民自殺，歐盟拒絕基因改造的食品進入，非洲人寧願餓死都不准基因改造的糧食。就我們中國，基因改造四代以前的測試是四代之後是全身腫瘤絕育而死，失去生育能力的。現在法國最新的那個研究報告是兩代就出現這個絕育了。有沒有留意到我們現在開放了第二孩政策可以准生了？什麼原因啊？很多夫婦是生不出的了，同性戀怎麼來的？值得同情，但你要了解真相的就是呢，你父母食肉，因為激素出現最厲害的激素大概出現了15年左右，包括基因改造糧食又是出現15年左右，這兩種對我們生殖系統極大摧殘的食物，因為現在我們中國本身就缺糧的大國，所以為什麼唯有中國官方可以堂而皇之給改基因食物進來呢？一來那些沒有良心的官員少部分，還有所謂的科學家受了那些這樣樣的賄賂，另外一個就是迫於形勢，你這麼多人還是大量這樣食肉，你看西方人整一兩百人分一件牛扒，從因果上來講是已經分到很薄，但是你看看我們一餐晚飯，普通人一餐晚飯，天上飛的、地上走的、水裡遊的，可能是幾條命，可能是個肉的份量可能是一斤半斤甚至乎幾斤，那個食的量幾大啊？那我不得不要大量這樣去飼養、去餵養他們，那就一定要大量的糧食，咁大量嘅糧食就唯有用改基因嘅先至供應得到，所以佢堂而皇之咁樣放入嚟。初初開始幾荒唐啊！好似又係好無奈嘅喎。我哋唔好俾黃豆，因為黃豆係改基因噶嘛，冇辦法。咁就點辦咧？就規定嚇，嚴格規定黃豆可以改基因嘅，可以黃豆入嚟，但係咧只准榨油，唔准做豆腐。
你係咪真係有？你揾中央情報局去監察咩？嚇、啊！嗰啲不良商人出一聲就用佢做豆腐，你點辦咧？所以而家豆腐都幾危險啊！所有嘅黃豆，所有嘅粟米，全部係改基因嘅。你包括嗰啲聖女果啊，有冇聽講過嗰啲咁細個番果啊？番茄啊，起個名俾佢聽叫聖女果，就係、是、改基因嘅。只有中國才是這樣。現在我們要問一下，為什麼只有中國的國民？因為福人居福地啊，你沒有這個福報，你才居這麼戰亂、這麼荒謬、這麼邋遢的環境場所。那為什麼杭州人、蘇州人住得這麼好啊？你看蘇州最有名的就是亭台樓閣，是不是？什麼園、什麼園嘛，拙政園啊，什麼花園啊等等，其實那些全部是大户人家的放生池來的。杭州根本就是宋朝皇帝下令起的放生池來的，蘇東坡再擴建的，根本就是放生池。所以一個國家有災難呢，你就是放生。以前那些就是開監獄來大赦天下，因為沒有多少囚犯，所以就趕快放生，皇帝帶頭食素等等。每個朝代鼎盛的時候都有這個家風在這裡，但現在有沒有呢？有了。習近平放生有沒有看過？真的。所以我們開始遇到明君了，如果遇到昏君的話，你自求安穩就可以了，你求個自身得保就算數。但現在不是，有明君慢慢就開始有清官、有廉吏、有儒商、有良民，我們開始將自己變為良民，做生意的變為儒商、啊、同受無欺，做官的變為清官，慢慢去襯托那個明君，這個國家就上風調雨順，下民五谷豐登，我們就國泰民安，這個由我們自己開始做起。現在很難得迎來這個算是盛世了，你由哪裡開始做起？你 要攀上一個這樣的太平盛世，你自己要有福報才是。那你有福報，首先你就不要再殺生，你還要多放生，多做義工，多財布施，多法布施。好了，剛才講的生理構造，我們人的人是不能夠食肉的。你看我們的大腸是九曲十八彎的，一斤肉買回來，一斤菜買回來，這樣的天氣同樣地等兩天，一天而已，菜就開始乾，肉就開始發臭了。你吃進去表面上是鹽油醬醋花椒八角調出來的味道，實際上是什麼？屍體。是屍體來的。如果那些沒有調味品的烚熟了給你吃，一斤五花肉什麼都不落，乾乾淨淨一百度滾水煮熟了給你吃，餐餐這樣請你吃，吃不吃得下？但你餐餐吃五谷雜糧就吃得到，起碼我吃得到，我吃了二十年有多了，筷子頭都沒碰過肉類了，從九一年底開始到現在開始了。所以我們人本身就是食素的動物，我們牙齒是平的，我們沒有那隻爪、啊、沒有刀叉、沒有火種的時候，我們捉不到那隻動物撕不開，我們不能夠切割，我們只能夠研磨而已，虎牙那些犬牙是切割撕裂的，所以那貓狗你一天都吃骨頭的時候是這樣的、啊、你試試你今晚如果你認為你還是要吃肉的話，你吃肉的時候要這樣的，你是這樣才對，最多是這樣研磨而已，因為這樣撕裂呢是要用它的頸到膊頭的肌肉，我們的牙床呢只有這塊牙齒是連著肌肉而已，是上下牙是不連後面的肌肉的，從這個生理構造就已經足以證明我們是素食動物而已。
再有一個心理因素，任何蝼蟻尚且偷生，任何動物被追捕捉住捆綁塞入個籠運上汽車運去逃房，到最後被宰殺，佢整個嘅過程都喺恐懼、怨恨、不安、報仇當中。呢種嗰種能量，你睇下，佢釋放出嚟呢種能量，我哋隨住食佢嘅肉、飲佢嘅血，又食埋入去。有冇留意到而家我哋都好好憤怒、好冷血？人越嚟越冇人生嘅樂趣嘅。沒有一些物質刺激，我們就覺得自己好像活在地獄一樣，很無奈，很沒有人生的樂趣，這個就是一種惡報的現象。那這個惡報誰是幕後的推手？我們自己感召來的，就是你不斷殺生食肉那些動物一路這樣來報仇，將你推去深淵。所以我們要徹底改變，一定要懸崖勒馬，你一定要食素，是先決條件來的。本身又不會不夠營養，你有任何理由繼續傷害自己嗎？食素就犯大不孝，因為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你的結局你就是這裡被開幾刀，那裡被割一忽，那裡有一塊腫瘤要拿走，你父母看到，祖先看到，會不會難過？你就犯大不孝，因此你又不明真相，又繼續愚痴，繼續怨天尤人。為什麼人家不開刀，我開刀？你的福都截曬了，祖先留給你的少少福報都用在邪門歪道上抵消曬。你不單止不能夠光宗耀祖，你還自身難保。祖先是不是被你激到牛反曬白眼？假如依個祖先係有形象嘅，即係等於你阿媽、阿爸、阿爺、阿嫲、阿公、阿婆，你翻到屋企，個個都俾你激到牛曬白泡、反曬白眼，喺度抽筋。你話你係一個孝子，你話你係事業好成功，你十個博士有用啊？尤其係而家食肉啊！有冇留意到而家好多人冇得生嘅？點解有咁多同性戀啊？就係佢嘅生理機能變曬咯，變曬之後點解會變呢？就係因為動物嘅嗰種殘留喺佢體內嘅嗰種荷爾蒙激素催谷咗，令到佢嘅染色體已經扭曲曬。你看香港好多啊，一男一女。看一看原來是兩個男的，看真一點原來是兩個女的，望真一點他還示威添，當眾在你面前可以是的、你難道是真的嗎？你可以傳宗接代嗎？你連人倫都做不到，你是不是自取滅亡？人家西方就有意讓到你這一代人慢慢就自取滅亡，我們就繼續上當，繼續食肉，繼續去飲佢嘅飲料。西方食肉遠遠冇我哋咁犀利，西方改基因嘅亦都係明令禁止嘅。而家點解喺中華大地就可以大行其道？你包括輸嚟香港嘅，你唔好以為香港可以獨善其身，呢個先至係好危機嘅。根本上佢已經。不用咩，你係幾代人之後咧？你係而家生育率越嚟越低就知道嘛？男性嘅精子存活率越嚟越低知道嘛？越多男人越嚟越乸型就知道嘛？越嚟越多女人越嚟越強悍就知道嘛？呢、這個就係佢身體心靈都已經完全扭曲咗，唔使去用咩科學儀器測試噶，根源喺我哋食肉啊！再唔警醒。它比現在輸入鴉片還恐怖還可怕，是的，而且現在它輸入來的是很多的中國人為它保駕護航，是名正言順的，這個才是可怕。好了，麻煩到最後，食素名人那裡，時間到了，對不起。
最後啊。嗱，從環保上嚟講，如果我哋中國人一日食素係點咧？嗱，對祖先我哋唔好愧對祖先，我哋亦都要積翻啲陰德。我哋如果一個中國人食素一日，全部中國人食素一日，產生出啲一個乜嘢效果？等於種咗13億棵樹咁多嘅碳排放量嘅吸收量，同埋釋放而氧氣嘅嗰個能量，同埋3000萬個乘客坐飛機來回北京嘅距離2000公里。咁仲有尤其呢度有位小朋友啊，你想聰明啲咧，想叻啲咧，你就食素。真正嘅叻人全部都係食素嘅。你睇下啦，文學家托爾斯泰，嗱佢初初都好慘噶，所以英雄莫問出處下，一歲喪母，10歲喪父，活到82歲，佢成為俄國嘅貴族。佢住嘅地方有幾大？38平方公里，香港有幾大？比港島仲大。我哋而家港島都冇佢咁大，有湖泊，有咩城嘅河流啊等等。嗱，佢拒絕奢侈呢樣嘢先最緊要，而且喺佢嘅莊園咧，佢唔單止自己食長素，仲收養咗自己嘅地方就可以辦20多所學校。你諗下，你收養嗰啲流浪孤兒。收養那些流浪的那些殘肢的傷兵等等，他有13個小孩，60多部作品，不是蠢的，智商很高的，身體又很好的，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是世界巨著來的、啊、還有莎士比亞，聽過了吧，達文西、柏拉圖、蘇格拉底，這些都是西方的聖人，和孔子在東方是遙相呼應的，差不多年代的，他們的智商不是我們可以理解的。泰戈爾呢、這個、達芬奇、小懷哲、康德、叔本華、亞里斯多德、蕭伯納、愛默生，好了，還有科學家特斯拉、愛迪生、愛因斯坦、牛頓、達爾文，這些都是食素的。所以有哪一個專家如果穿著一個長袍大褂，就掛著個聽筒說權威，說食素不夠營養，說什麼，你就告訴他，你的祖師爺都是食素的，你全部所有的科學家、哲學家的祖師爺全部都是食素的，你什麼論證都超越不到你的前輩。還有政治家孫中山、段祺瑞、甘地、林肯、富蘭克林又是外交家，又是商家，又是總統克林頓、俄羅斯的總理梅德韋傑夫、西班牙皇后索菲亞，還有現在的美國總統，現在美國總統整家都食素，黑人總統奧巴馬，是的，這個就是智商方面的、你如果食素呢，智商會特別好、會考你神叻，體能上好了，不用多，一個就夠了，到現在都沒人破到他的紀錄。劉易斯100和200米短跑13次破世界紀錄，跳遠的世界紀錄，田徑運動員的生涯是很短暫的，代表國家一次出奧運就已經不得了了，尤其在中國、你可以選拔成為國家隊，已經打破20多個省的選手，他不單止他整個美國，他代表了國家4屆奧運、44是16年的巔峰生涯、拿了9枚金牌、他記者採訪他，他說我食素一年後的成績就一路好，所以食素是益智益體的，身心靈都得益的。我們之所以人這麼多污垢、這麼多下三濫、這麼多災難、身心靈都這麼多、這麼多天災、這麼多人禍，就是直接和我們食肉殺生害命掛上勾，所以要脫離你就必須要戒殺食素放生。好了，多謝各位。